我们民进党跟时代力量哈，其实有很多理想目标都是一致性的啦，哈，都是好朋友。啊，不过在宜兰的部分哈，因为宜兰人尤喜坤哦，要争取立法院长哈，所以啊，在这个部分呢，虽然是好朋友哈，在宜兰哈，可能也我们要有一点抱歉啦，有一点抱歉。